想到什么？那当然了，你说会不会想到？当然会想到啊，一定会。于天见孙女出生，想起于彦琪泪崩，恳求记者别再提。拜托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他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我上次看到笑了，还是笑了。我高兴啊，我哭什么？裂嘴笑啊！我真正的孙女啊，我哭什么？那跟那个孙女啊，想要抱什么？抱她吗？会。啊？几位数的红包？当然要厚一点的，对啊，要厚一点的。个十百千万十万，对，六位数。哎，我觉得刚刚七位数也不错啊。哎，六十百千万十万，没有啦，六包一百万这样子。没有了，我开玩笑的。他比较有钱了，我没那本。我当地委，哎，一个月薪水才19万，拿包去，包一半给我。不是你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继续加油，再生一个男的。爸爸可以教你。哎，有包生意的秘诀。啊，当然有，知识很重要。不该讲，不该讲，你们这个不要登出去啊。